最近在 Facebook 的粉专看到一则贴文，内容在说生成式 AI 生成的图跟二次创作的同人志比起来，粉专小编认为同人志侵害版权的程度更加严重。 AI 学习绘师的画风，但画风并不是属于谁的，同人志则是把别人作品的角色、世界观、粉丝都直接搬过来用，针对性更加直接，因此这个粉专小编认为同人志侵害版权的疑虑更加严重。小编认为能接受同人志文化的人不应该对 AI 感到排斥，这番言论触动非常多人的神经，留言区整个血流成河。如果只是单纯讨论二创同人志有没有侵权的疑虑，我想应该没有人有意见，但居然 AI 拿来跟二创相比。大家好，我是雷门，今天来谈二创跟为何这则贴文会延上，最后来谈谈 AI 的极限。我觉得 AI 其实有一个极限，首先有没有人不能接受二次创作的同人志，其实在日本还真的是有，水星的魔女女主角苏莱塔的声优是只赖加娜，曾经在 X 推特上抛出从工作人员手边拿到水星狸猫的同人本好开心的贴文，结果就被不少网友出征。声优抛同人志的推文，这不是有点，而是非常有问题了吧。留言区一堆说好棒的留言在闹，一般来说应该要讲二次创作是著作权侵害，所以请删除吧。我看之后著作权侵害可能要变成非告诉乃论。一堆人留言说这是声优都公认的作品，希望可以官方化，就是因为会有这种意见，所以才希望官方跟二创划清界限。当然对于这则贴文不在意的人占大多数，但是像这样因为声优推广同人志而感到不满的网友还挺多的，在当时也成了一个小言上的事件。二次创作的同人志有侵权疑虑，但是同人志的生态已经成为文化，二创通常有助于促进原作的推广，所以在合理的范围内使用，著作权人基本上不会有意见。所谓合理的使用，例如禁止商用目的，但是可以合理的回收成本。或许有人会有质疑，很多画同人作品卖钱的社团不就是为了赚钱吗？很多明显就是商用目的，为啥都不会被告？合不合理一切是作者决定，著作权法规定的很严格，却很少人严格执行，因为著作权属于告诉乃论罪，只要版权方不告就不会有事，拿法律出来大家都不开心。社群要健康，只能靠大家抓好自己的心中那把尺，才能制造双赢局面。那 AI 生图又是如何呢？看了那篇 Facebook 贴文，很多有关批判 AI 生图的留言，把问题归咎在 AI 会有侵权的疑虑，所以不好之类的。侵权那是肯定侵权，但我觉得这并没有讲到本质上的问题。侵权并不会让大家这么讨厌，讨厌 AI 的厌恶感已经很明显的超越那个界限。我觉得之所以大家对 AI 这么反感的原因，应该还是出自于 AI 的使用者的问题，又或者说是人跟人之间的问题。AI 的训练资料都是别人多年的努力结果， AI 使用者轻松的就把人家多年的经验当自己的成果，把 AI 生成的图当作是自己画的，抛图时还让人有点像是在炫耀的感觉。虽然 AI 对于那种几何或是透视的理解还不是很完美，仔细看可以看出破绽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是专业的在抓，不会想太多，一眼看过去一秒判断喜欢或是不喜欢，喜欢就点个赞加追随，结果很多 AI 图获得非常多的掌声。看在有学画图的人眼里，明明有些 AI 图是如此的不合理，不懂的人还洋洋得意地抛出来炫耀，还能得到赞声，真的是莫名其妙。还有一些 AI 使用者对于创作这个业界只有一知半解的知识，却很喜欢把话题导向 AI， 出来之后画家要失业了，他们很常说连我不会画图的人都可以画出这么漂亮的图了，未来画家要失业了之类的言论，用生成的说自己是用画的已经让人够不爽了，还要顺便散播焦虑感。 AI 被人讨厌的原因，我觉得已经不是著作权的问题，是情感上的问题了。就算 AI 的训练资料已经清洗过，全都是自由素材或是征求过同意才使用的资料，我认为仇恨值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。 AI 对画图产业带来很巨大的影响，但我发现 AI 当工具来生图还是存在某种极限。我工作是跟 AI 相关的产业，对生成式 AI 也是略懂略懂，从 Stable Diffusion 1.5 到 SDXO 到最新的 SD3 YBUI 到 ConfUI 自制 LoRa 还是 Control9， 各种 AI 常用的工具我都是如数家珍，懂得应该都知道我在说什么。
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设计给完全没有 AI 知识的人也能够使用的工具，基本上对电脑熟悉的人来摸一下都能驾轻就熟，没啥了不起。有人开课教学卖钱，我都觉得割韭菜割得有点过分。初次使用 AI 生图的时候被 AI 的效果震撼到，忽然有种无所不能的感觉，但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察觉了，实在太讽刺了。获得了一切后却什么都做不了，就好像中了五条悟的无量空处一样，发现自己脑袋一片空，有工程知识却没有画图的知识，生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些基本款，很快就看腻了。不是 AI 的能力不够，而是我根本就想不到。而且不只是我发现网络上的 AI 图的构图都非常类似。我为了知道别人都用 AI 生了些什么，也加入了不少台湾的 Stable Diffusion 的社群，追随了一些被称为 AI 佼佼者的 AI 生图玩家，因为他们似乎是真的有用 AI 在赚钱的人应该更接近实战一点。但观察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发现他们充其量都还只是使用工具的人，很少有制作工具的人。看了他们的作品之后，我甚至猜得出来他们怎么做的，我用手边的工具都足以模仿出类似的成果。感觉一些小聪明的堆叠说破不值钱的知识，我个人是觉得这类小聪明很难被称为专业，现阶段感觉还能利用情报量的落差来赚钱，但割韭菜我是觉得很难长期经营，因为太容易被模仿。那难道就没有同时懂 AI 又懂画图的顶尖高手呢？从来没看过画图界的顶尖高手想要学 AR， 又或者是 AR 使用者忽然因为 AR 入门之后想开始学绘画的。时至今日，似乎没有看过两样同时精通的高手出现。这里我想到金庸小说的《天龙八部》中登场的扫地僧。扫地僧说少林武功有所谓五学障，少林七十二绝技除了达摩祖师以外没有人同时练会，每一项绝技都能伤人要害，取人性命，灵力很烂，但每一项绝技均需有相应的慈悲佛法为之化解，倘若不以佛学为基，则练武之时必定伤及自身。佛法在求度世，武功在于杀生，两者背道而驰，相互克制，所以只有佛法越高，武功绝技才能练得越多。但修为上到了如此境界的高僧，却又不屑去多学各种厉害的杀人法门。 AI 生图跟手绘是背道而驰， AI 生图可以说是为偷懒，但手绘则是要勤奋。想用 AI 生图跟其他软体工程师的工具思想制作都是一样的，不外乎就是想要自动化，想要追求效率。常有人开玩笑说越懒的人是越优秀的工程师，不可能会为了能够生更好的图而去学习要长时间修炼的绘画。不会绘画的 AI 使用者就好像天龙八部的吐蕃国师鸠摩智，使用道家心法的小无相功强行催动少林七十二绝技，显得似是而非且不伦不类。我认为不用等到未来，现在的 AI 已经足够强大，不要问 AI 能干什么，应该问你要 AI 帮你干什么，只要能够想得出来几乎都能解决。所以 AI 的极限应该在于使用者，就算 AI 是全知全能的万能的许愿机，你许的愿望里要是包含了自己不知道的东西， AI 会怎么帮你实现还是难以掌握，最终就是似是而非且不伦不类。顶尖的绘师来使用 AI 的话，效果肯定是强过一般人用 AI， 但把画练到极致的画师却也不屑用 AI 了。 AI 工程师的部分是我的感想，画师会怎么想是我的猜测。大家认为同时精通画图跟 AI 有可能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，我是雷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